那我们这边现场直播的这个在直播的这个脚架器材好。好，我跟各位讲一下哈。1、2、3、4，五麦，我是宁宁，大家今天还听见的晚上了吗？我们五麦美食频道的话，每天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。宁宁，我们被揪一个比赛了。对，我们这是美食频道哎，所以你说被揪参加一个比赛的话，是跟吃的有关吗？没有错，我先把道具拿出来好了。 道具为什么会有道具？这次的道具就是当，对，流妹牛奶风味面。这次呢，他们有举办一个大胃王活动，然后呢，这次我决定我要去报名了。你说你报名了？对，你我。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，他的讲应该是个超级无敌小胃王，外加他吃饭吃的真的很慢。你有发烧吗？可能有一点哦、喔。可是被揪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很巧，这个是在我最爱的台南举办，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小胃王参加大胃王比赛。因为我是小胃王，所以其实我很紧张，我参加会不会太难看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先练习看看。 这道具来练习的是吗？他们的规定的话是，开赛后50分钟以内优先吃完30碗泡面的前3名可以拿到奖金。50分钟内吃完30碗，那有没有觉得？那然后因为他这个参加费的话是一个人500块嘛，他是说在竞赛时间以内没有吃完10碗以上的话，就不会退回来。哦，至少希望我们吃这么多的意思吗？ 对，然后女生的话是8碗这样子，然后他其实说就是挑战失败的话，他也会提供你1箱这个牛奶风味泡面。哦，谢谢。所以你自己买了1箱，你就可以拿到1箱嘞。那我们现在试试看，6分钟能不能吃完1碗？我觉得6分钟太长了。他最高奖金第1名可以拿到16888元，你的最低标准是8碗的话，你能退回那500块。能的话，我们在3分钟试试看吧，3分钟吃完1碗。好热心的教练哦，谢谢教练，加油！ 好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无麦挑战室。那我们的选手差不多です。那他的奖品，你对这有信心吗？有。目标希望3分半以内要吃完1碗。高火哇。那我们就开始，未来一起吃吃看。它有真的有那个，不知道是锅烧意面那种香味吗？好像跟一般泡面有点不太一样的那种味道。いただきます。 哇，好奶哦！你说呢？我没有吃过这样口味的泡面呢，它的是甜味还蛮重的，然后就是还蛮重的那种奶粉的味道，因为要吃的泡面，然后外加里面泡奶粉的那种感觉。日本吃面都会吸面吸那深，可是烧酒好像吸的很小分呢。哦，但3分到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有6分钟的目标，加油！ 哎，说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沙豆讲他吃东西吃那么快。好，结束了吗？可能让他吃干净一点点哦。我们要做个不浪费的好宝宝。好，暂停时间，来我来检查一下。哦，吃的非常的干净，基本上那个泡面那个渣渣都已经没有了，很厉害耶！然后我现在公布成绩喽，第1届。 无麦实验室选手沙豆酱，他吃完1碗泡面的时间是5分23秒。维持这个 pace 的话，我可以吃8碗。对吗？代表说你的那个比赛保证金可以拿回来。那吃完第1碗，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哎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的。真的吗？我不太喜欢哎，认真。好，那比赛是明天的，对。他有竞争台南观光大使。那我们现在再见。 我们来到大胃王比赛的当天了，选手沙豆酱，请问你现在心情如何呢？非常的紧张，可是我在3元Japan 已经被培养吃很多，所以我有信心的。3元俊奖又个日子妈呢有在看吗？我会加油的。然后其实今天有很多粉员们来到现场，有点吓到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。好，有信心吗？有，沙豆酱加油，加油！沙豆酱，你看那个人是谁？ 你看那个人是谁？丁丁来ました。丁丁，丁丁也参加这个比赛。やばい，マジか。あ、マジか。どうしよう。あ、哦，本人好帅呢。对啊，本人蛮帅的呢。迷妹啊。大家好。他们会依序入座，会依序入座。那我们其他的座位就是男参赛者的，各选手呢，您可以自行入席，自行入席。有任何需要协助的话，那我们这边现场直播的这个在竞赛中进行直播，跟直播的这个脚架器材，脚架跟手机架，如果有需要借助的，借用我们的器材可以到前面过来。 这咱萨古拉的妹妹，我是日本人，是沙都酱。你甲蜡笔小新大港的所在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开始倒数哦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计时器正式启动，正式启动，49分、54、53、52、51秒。 沙豆酱现在非常非常认真在吃哦，他已经开始在喝汤了。沙豆酱的习惯是一定要换个口味才能继续吃下去。哇，你看各位，哦，一个整理啊，算第一碗了，好。 哦，沙豆酱要进入第2碗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讲啊，冰冰这边已经有3个空碗，还是4个了。叫人刮一个啊，给你吃看下。你想加油？哎，我叫我姑娘来拼看卖，给你看。如果也加油。 龟龟吃完第1碗了，哦，好厉害哦！我在干老人家哎，开心的关掉。吃完还行吗？不要勉强哦。过来啊，你不是在看？哦，第2碗吃完了，沙豆酱要开始吃他的第3碗了。沙豆酱已经比平常还要吃很多了。 哎呀，加油！现在时间已经过了7分多钟左右。沙豆，对，其实沙豆酱其实蛮厉害的了。好，其实现场也有到场帮我们加油的粉员，你们好，谢谢你们特地来。你们是本来就是台南人吗？对，我台南人，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比赛的时候，然后冲过来的吗？对。哦，谢谢你们，特地调时间过来的。 特地瞧时间，对啊，一定要来啊！沙豆酱一定很开心。像你们平常就是可能看频道的时候，应该就知道沙豆酱它算是一个食量很小，然后又吃很慢的一个小妹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看到她这样，她已经在7分钟内吃完了3碗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努力。就虽然慢慢吃，但是很认真，不会浪费，想要把它吃完，然后努力完赛的样子。我刚刚就觉得好感动哦，沙豆酱，真的，我看到也很感动，因为她平常话是吃得慢。 对啊，你吃我不要了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比赛时间的话，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，那我们就一起守护沙豆酱吧！加油，沙豆酱！好，现在已经吃了大概2碗半的沙豆酱，看起来已经有点累了。对。刚刚我去访问粉员哦，他们有给你很多鼓励的话。现在想看呢，等你吃完就让你看。哇，好想念团圆的光大大哥。哇。 哎，不要发呆。第3碗了，今天在第几碗？现在第4碗。第4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你也在吃几只羊的人呢？现在时间剩下31分钟左右。沙豆酱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已经不太行，可他非常努力在继续吃。麦克风。 哎，啊，不担心，超过10碗了，超过10碗。我跟你讲哦，啊，超过多少呀？哦，听见吗？我吃完第3碗，我只爱看丁丁讲，这是很惊呼的。啊，你有带丁丁吧？有吧？好，然后因为沙豆酱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想念大家，我来打电话给团员试试看。喂，妈妈。Hello。跟你说，现在沙豆酱在参加大胃王比赛。哇，真的加油！对，然后。在哪里？我带你去找他。哈，红子，你停了啊！ 他已经是第4碗了，他很努力了。好厉害！哇，妈妈都快哭了。哇！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到底在台湾的，给我处理的。对，大家都在为你加油。谢谢谢谢，别哭别哭。可能那边有粉圆在为你加油。啊，不过别不要太紧张。谢谢谢谢。好，阿来咱家给咱做义工。好，啊，我跟各位讲一下哈。 是第10碗。我们各位看待的，哎，看吧的，把握最后时间了，来前面做打卡。他知道有，他知道对你小小的。没有在炫富，他是在慢慢吃，可是一直吃。终于知道他的意思，不用急，用自己的 pace。这不愧是真正的大胃王。我们家丁丁在吃洋芋，什么你们家？我下丁丁在吃洋芋。三哥，今天今晚你吃洋芋片啦，麻烦帮忙吃一下。 好不好？好，各位观众，比赛最后倒数30秒，来各位，最后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手！比赛正式结束，辛苦了。很重要，谢谢现场的人一直在这边，谢谢。好，来现场，恭喜我们冠军奖金16888元。 男主角冠军一共吃了17碗牛奶泡面，掌声鼓励，结束了，辛苦两位了。有吃饱吗？肚子变很大，可以摸吗？哇，好大哦！给你抱，对不起。所以今天是几分饱呢？现在9分饱，我蛮饱的，很腻。那这个泡面是在大胃王里面也是算蛮辛苦的一道吗？我觉得不会，辛苦的是烫而已，吃下去还蛮简单的。那可以问丁丁觉得最难得的食物是什么吗？最难白饭啊，白饭真的。小妹，恭喜你，恭喜啊！对耶，冠军。对啊，恭喜。结束了，他都讲辛苦了。もう本当に頑張った、本当に頑張っ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感动哦。丁丁，今天我有拿到奖。哎，我们的小胃王今天有拿到奖吗？我拿到的奖就是参加奖。 对，参加奖是说真的吃到3碗，3碗半左右，我真的觉得其实蛮厉害的。然后其实女子组的第1名啊是那个妈妈，有没有？她吃了9碗，然后还有丁丁，她吃了17碗。可是不只是厉害，我真的有开心的是，今天真的不只是吃到好吃的东西，现场的大家也很温馨，所以非常开心。而且就是真的有学到蛮多的。 哦，一定要感谢到现场的粉员们吧，因为今天真的太阳很大，对，可是他们一直在旁边外面没有屋顶的地方在陪我，这样子才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粉员的大家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别忘记我们屋卖美食频道每天5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 怀抱对食物的感谢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谢谢季先生，谢谢朱先生，享受每一口的瞬间，多希